干杯！祝晨晨生日快乐！快点啊，没有干杯。生日快乐！你快点，你快点！他没有生日，祝晨晨生日快乐！哎呀，你要祝我呀！你还没啦，你明天啦。这个月啊，都是这个月啊，祝你们两个这个月生日快乐！好了，换爸爸了。好吃的菜啊，有笋酱，有蛋。他抓错别他，他吃还蛮好吃的。我等我好，他吃还蛮好吃的。别火，别打。哪里有血？真的是血，他就说尽量不要那个啊。绝法。绝法，好像好了。我的手机被你弄掉了啦！玉米手，我的手机嘞！手机没有呀？是吗？手机没掉，在哪里啦？我可能放这里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会不会管那个？那完全吃了。那我们哦，有点不好吃。哦，好饱，吃都吃好饱。那我能？我要退，我要打妈妈。爸爸，赶快去松饼啊！打妈妈，我醉了啊！你要不要滚？你家怎么了？我还没煮完呢、欸。肉啦，人家的肉啦。然后他粘住了，才能两个。他的筋在一起啊、哦！赶快煮，赶快煮。对啊，要不然你不能煮，他那个油会跑到那块锅。啊，我粘不住酱。我再加一点。好像太多粉都卡在里面。金波婷，哇，可以放酱面，赞！